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秋季时尚秀了。纵观巴黎、米兰、伦敦时尚达人们，你会发现他们这样的 Ina Maribel Jensen， 或者是这样的 Marguerite Gan， 又或者是这样的 Sarah Harris， 三位博主在保证风格简约的同时，依然让人眼前一亮，占据菲林视野。主要原因还是他们出挑的发色，既融合他们的肤色，又搭配他们的穿着。最重要的是，在仙女成群的时尚周里博得眼球。红橙黄绿青蓝紫，奶奶灰，爷爷白，发色千千万万，那一种才适合你呢？我总结了四大原则，带你分析分析。如果你是白皮，那基本上什么发色都能 hold 得住。老天不公呀！如果你想为自己的肤色增添一点血色，可以尝试下红色系，让你呈现出健康阳光的好气色。白皮的理性偏偏中性的发色会显得气色有点暗淡，换了个偏红的发色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白皮红色系、棕色系、黄色系，如果你是黄皮，则是和棕色系的发色提亮你的肤色，也显得更白皙，分不清哪些合适你，下面照着染就是了。心灵手巧的少女也可以在家动手去染，是滑头的蜜糖唇棕，减掉一点黑色的沉闷，同时这个发色也适合大多数人。花王的皇室高贵棕的染发泡泡非常好操作，日本的牌子通常都会研发非常适合亚洲人的颜色，盲买也不出错。有一些发色黄皮的你，就算给你 Tony 老师给你一条龙的服务，你也千万别染，像五彩缤纷的彩虹色、渐变色、浅色系也要敬而远之。比如浅金色 Kylie 是标准的暖黄皮，左边偏冷的浅金色发色显得脸发黄，有没有发现右边黑发就显得皮肤白皙很多。当然还有暗恶的荧光色，黄皮红色系、棕色系、黄色系，没想到吧，发量跟发色有关，没错，跟穿黑衣服显瘦相同道理啦。对于头发少的少女们，你们适合亮色系的发色，克服先天的不足，让头发在视觉效果上比较突出，传说中的浅色显胖，别人就看不出你头发少了哦。我们看看亮色系染发成功的例子吧，简直美到炸，发亮少的少女看到没有，亮色系在视觉效果上会有一定的膨胀感，发亮少又敢于挑战的你快去尝试下。发亮少深色系、浅色系发量较多的少女们，有没有一套卷发秒变迪克牛仔？你需要的是深色系的发色，给你一些收缩的视觉感，这样就不会有大头娃娃，既视感整体的平衡感跟比例也更完美。深色系的发色有巧克力色、咖啡色、深亚麻色、赤褐色等等。有没有少女想问，我们发量多是不是纯黑色最好呢？也不适用，我们黄皮本来就比较暗淡，纯黑色会让我们显得沉闷，一点点棕色能提亮肤色，一个微弱的色彩变化会给我们很多分。比起黑发，深亚麻色让旁边看起来更时尚更有 feel。 发量多浅色细、深色细发质分三种，软细敏，黑粗硬跟毛发干燥。对于头发又软又细的少女们，有没有发现头发特别容易塌，还容易油，分分钟贴在头皮上，早上才洗过头别人还问你几天没洗了。发质这个东西是天生的，整容也拯救不了，我们还是靠自己不懈的努力吧。让我来为你支一招，发质软细黏的少女最好选择浅色系或亮色系的发色。我们看看头发没几根的金大姐，看过与乔丹山同行的少女应该都知道，她长期都是靠接发维持的，但是这两年来金大姐一直把头发染成白金色，虽然头发还是那么几根，但头顶看起来就鼓很多，而且是带有质感的蓬松感。果敢一点的少女可以选择灰色系，像牛仔灰、奶奶灰，日常的可以选择闷青亚麻色、浅金亚麻色、金棕色等等。再叨叨一句，发亮少的少女配合好控油跟增强头发蓬松感的洗发水哦，时刻保持头发的清爽感跟立体感，
有软细棉，就有对应的黑粗硬的发质，是不是洗发水放少了，洗头都没感觉？发质黑粗硬的少女，就算发量少，看起来还是头发又多又蓬松，所以可以参考发量多的选色原则，选择深色系的发色，隐藏头发的出血感。发质黑粗硬的少女，头发短的时候特别容易往外直刺出去，所以最好选择有光泽感的深色染发剂，可以稍稍柔化头发的线条。对于从小就虐待自己的头发，又染又烫又拉又吹的少女呢，误采没选色系过，尤其是像奶奶灰、浅金色、橘粉色等等发色，都需要先漂发才能上色。发质毛躁干枯的我们要慎重选择，漂发会使头发伤得更重。其次，浅色系或者亮色系会放大头发的瑕疵、分叉、干燥都会变得明显，所以受到伤害的柠檬还是心平气和的修养身心吧。选择一个深色系的带光泽感的发色，显得头发比较健康亮丽。对于发质好的少女，您随意，只需参考发量跟肤色即可。一起来看看 Pony 大神，不仅妆容任意切换，发色也是说变就变，而且每款发色都有相对应的妆容，到底怎么做到的？学美术出身的 Pony 非常懂得色彩的运用，妆面也无不体现深厚的功底。妆容重点，无论是上面的妆容还是下面的妆容，都遵循了一个原则，脸上的色彩都是暖色调，偏红的眉毛、偏暖的眼影、暖色的口红都在呼应着发色，整个妆容统一而独特。妆容重点，冷色系更注重质感，所以妆容上无需多余的色彩。 Pony 用了灰色眉笔，同样是冷色调，黑棕色的眼影，浓眼线打造哥特风，豆沙色偏冷的哑光口红，一切重塑搭配冷色系的风格。妆容重点，简约的冷色系比彩色的要平淡素色，所以 Pony 的眼影这一块收敛了很多，再搭上一支珠光的粉橘色口红，显得干净又温柔。妆容重点，日常暖色系的受众范围最广，淡妆浓抹总相宜，喜欢素面朝天的少女也适用，任意眼影任意唇色都能搭，关键在于眉色要跟发色接近哦。改变发色可以说是改变形象最简便又最有效的方法，焕然一新的发色会让人眼前一亮，也能体现个人风格跟特色。如果你期待改变，那就快点行动吧。少女们想染什么发色呢？为什么迟迟没有染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